比如说现在是100号注册柜台就会举手，哦，就5号柜台，那我很民众会到5号柜台，就这样喊了一个小时，3000到3600个人，六个小时里面我就大概要处理1800个人。我本来也想当志愿者哦，然后呢，然后我来了 8FM。 今天呢，我们的主角是一位马来西亚的接种中心的志愿者，我们来欢迎 Sean。 Sean 你好。嗨，早安，你好 Loisy， 你好 Angeline， 你好。从事飞行航院，然后呢今年是大概38岁，空服员。对，空服员。 Sean， 你为什么当初有想要当接种中心的志愿者的这个打算？最近因为疫情的关系吧，又没什么飞，然后想说公司有志工的 program， 所以我想说反正我得空就去参与一下，然后贡献一下绵里吧。这我相信有很多朋友们看到的时候都会想说也想参与一下，但是也有他自己的担心跟担忧。你自己一开始有这样子的挣扎吗？反正没有，就报名了，也没有想太多。他是有一个 team 呢，是常在有灾难啊，或者是有一些志工的情况之下，他们都会发动一些员工去做志工的。但是公司会补回津贴给你们吗？还是其实也没有的，就是完全靠你们自愿？ OK， 我先澄清，就是因为我们这公司这个志愿团队呢，他们是政府是没有我们付任何一笔钱的。OK， 是完全是真的是志工，然后只是我们公司私底下有给我们一些津贴而已。我本来也想当志愿者然后呢？然后我来了 8FM。 这个是事实，这个是事实。其实是真的，如果呢现在没有什么工作啊，可能比较有空闲的机会的话呢，可以去尝试一下。因为我首先我想问一下 Sean， 当初是要经历什么样的手续，还是怎样的申请，你才成功当上这接种中心的志愿者？其实是很简单，公司有发出电邮想说谁有愿意参加这个在接种中心做志工的，就可以叫呈上名单，选了你想要的时段，然后公司就会比对一下你之前的班表，如果说他可以放行你的话，他就会安排那个时间给你，就这样。我有那个打算的时候，其实我有 take action， 有特定的那个网站，就大家其实可以去找一下 KKM 啊，还是 JKJAV 啊，然后他们要招志工的时候都会有一个网站让大家去查看那个详情。我去填了 form， 他就会告诉你 OK， 你就开始在网站上面注册一个 account， 然后填了所有的资料了之后，你就会去所谓的他有提供一些教材，那个就是训练了，你知道吗？OK， 所以是直接自己在家里训练的。对，你就说透过 online 你就看那些 video， 就是 YouTube 上面的一些他的那个教材的 video， 然后看完了之后你就去做一个 test， 叫考文档这样子啊。OK， 考那个文档这样子，你过了那一关，然后基本上你就填了其他的那个 declaration form， 你就要去交到去那个青体部他的中心。过了那一关，然后你就可以开始，好像刚才Sean 这样讲，你就可以开始去填时间了。那 Sean，所以你在这个疫苗中心哦，就是去帮忙自愿哦，大概是多长时间了？天的话就大概应该有11天，就因为不同时段嘛，因为它还是间中还是有我飞行的班表，不一定是每个星期都会在做志工。所以这11天里头的岗位都会每一天不一样嘛？就因为我负责的是在那个 Bukit Jalil 那边，它的本身管里面呢，它是只有3个不同的中心，所以就每一次团队不一样，然后就也分派到不同的那管也是不一样的。像之前 Rice 说的，它其实都是一些 non-medical 的一些工作了，负责的工作就从门口的时候就给分派号码，直到他们在注册柜台之前的工作都跟我们处理在登机的时候是同样的东西，就是维持秩序啊，教他们如何填表格啊，类似的东西啊，就蛮简单的。要用喊的方式教大家一个一个慢慢来，然后谁去前面谁去后面。我真的觉得做志愿工作者非常的不简单。少年应该不用喊吧？我就是遇过这个情况，荧幕就坏了，号码系统是完全看不到，变成我必须要用喊的，而且那个管也比较大，就变成两边喊。比如说现在是1001号，我就转个头1001号，然后那个注册柜台就会举手，哦，就5号柜台，然后我转身我就看民众会到5号柜台，就这样一直喊。喊了一个小时，结果晚上就没有声音了。说很辛苦这样子。而且你在叫不给家六管呢，所以每一天要处理就大概有3000到3600个人，六个小时里面我就大概要处理1800个人，同一句话同一个东西你要喊1800次。8FM 的听众呢也很想要去当志愿者的话，你有什么特别的话想要对他们说的？
很多东西其实要考量，就比如说一个人住的话其实考虑也不大，从接种中心回去之后你要面对家人的话，那个是就有一定的风险，这是你必须考量的地方。心理建设要强吧，就不能说害怕还是什么东西，防疫要做好，就这样。那不如为所有大众社会群体然后国家来付出一点心力，这是尽下人民的责任而已了。谢谢谢谢谢谢 Sean， Thank you。 8FM 听好音乐过好生活。